还有人去 Village of China 啊，你说啥？还有人去卖肾买 iPhone， 其实 iPhone 也没什么好的嘛。啊？我说其实。我问你爸年纪了，先等会儿，你说啥？你妈。这样的小道都能找麻烦。可能就是盖房子盖到这儿来了。对。嗯，这是一个区域。刚才就是从那通道去。对。对，就通到这条路上来。起码也得找个卖票的地方吧。啊？你走，你超过他。超不过去，现在有车。这个地方不好超，别超了，不能超，不能超。